Hello， 大家好啦，挖床啦，又喊我啦。今天主题呢，就是看到了没有，53，53，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知道，我今天就是要挑战53号路线。听说这个路线呢，将近要2个小时多、哦。那从这边荃湾西站呢，要到元朗坐公车呢，这部分我今天就是要挑战所谓的地狱路线。我刚刚看坐捷运呢，明明只有坐2个站，但是呢，我从来没有坐过香港的公车，就想要去体验体验一下啦。你在其他地方坐公车的体验会是什么样 ？Oh my god！ 不是2个小时都是站着，而且很容易晕车，车上又没有呕吐袋，所以大家的体味都很重。因为以前冷气不是很冷，对。里面整个都是呕吐味跟汗臭味，真的会受不了，又晕车。我相信大家都有体验过那个感觉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。现在要准备坐车啦，准备要出发啦。找到。听说今天坐这条路线呢，要挑战它，主要是因为呢，听说是最浪漫的路线，它会游着沿岸的海岸线。听说如果天气好的话，可以看到漂亮的夕阳，也是要下午坐了。对，现在已经要出发了，现在是1:51，等一下到元朗站的时候，看看我花多久的时间吧。台湾以前的公车呢，台湾叫公车，香港叫巴士。但是我不知道以前的时代，你们有没有一个经验，就是坐公车呢？其实以前的公车后面都会被用立可白学生时代写上一些哦，就是我爱你啊，叉叉叉叉。以前公车真的后座椅啊，或是旁边都会涂满了所有的立可白的字号。所以我觉得那个年代的那个，我觉得公车是一个很好的回忆。嘿，小妹妹，这个是学校的巴士。对。我刚发现，沿路发现了，这个是码头吗？这不是啊。它这个为什么那么多类似渡轮船、小船在上面，然后就是生锈都不动的吗？他们是运送货物还是？他们是运送不同的东西，油啊。对面前方有一个油厂，所以在这里附近的时候，有很多船会停在这里去休息啊，或是等待运送的东西。这个 view 很美，很漂亮。哇哦，哇那个 view 就好像台湾的淡水一样，有没有？现在就是沿着这个海边不停的走。我觉得很漂亮，我觉得很感动。我来香港这么久，都还没有实际走过整个海岸的路线。现在呢，现在只坐了大概20-30分钟，我都快不行了。只有那些风景好看，但是呢，不行，就是我好想尿尿。后面就是厕所，后面你到后面就是洗手间。Oh no！ 现在不能下车，不然我要重新算钱。其实这个就走了这个海岸线，其实也很像台湾一个地方，就是北海岸。香港也是很有漂亮的地方，好吗，各位？
忍不住了，我超想尿尿的。我现在还要再经过大概一个小时，我才可以下车。放溜，放溜！哎呦，这个就是轻轨吗？对啊，好酷哦！学生的时候坐公车，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就是看别人情侣坐在一起，在那边卿卿我我，然后坐在后座。不是啦，其实都是一定要卿卿我我，都一定要坐后座，因为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。有时候呢，坐后座有时候发现一些不干净的卫生纸，摸起来还黏黏的。嘉明的味道。为什么要在后面做那种事呢？对不对？虽然我也想体验，现在还是可以体验。啊，嗯啊。现在一心只想着什么时候到，我要下车尿尿。哦，没有，快一个，我们坐一个半小时。教大家，你们在公车上，我们最喜欢就是把妹，就是把对面的妹。我看一下，哪里？哪里啊？假设，对不对？我按，我准备我的 QR code 贴在墙上，看有没有人去杀。没有，开玩笑。我们以前都是看到对面公车的，就是如果有妹子，我们都会这样叩叩叩叩，不管他听得到也听不到，我们就这样去狂叫，然后注意到的时候，电话电话，就这样电话电话。不会吧？是啊，这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，是吗？哪里？就是这个，哦，这边啊，就是这个城市。元朗是什么地方？我都还没来过。下车，走。我们下一个站就下车。终于要下车，我的膀胱有救了。对你来说，应该最低，其实时间不是最低，对，是你的膀胱最低。其实我发觉这条路线呢，给我的感受呢，其实它不是地狱，是在于你的忍耐度能撑多久。对。其实它沿路对我来讲，我觉得不管是经过从市区经过了沙滩、海湾，然后在一些历史悠久留下来的一些老房子，甚至是工业区，然后现在又看到很多就是轻轨啊，其实对我的感受会觉得这条路线它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路线。如果真的想要去做一个比较休闲悠闲的生活，跟伴侣长时间聊天相处的话，我觉得这条路线是最，我觉得是可以推荐的。但是记得上车前要先尿尿大便，不要跟我一样。哟，终于到啦！从荃湾西站，荃湾西站。本已经到了元朗啦，我们看一下花费了多久时间。我们是从3:30，我们从1:51，现在到已经3:30时间，总共花费了将近快两个小时，哇，是真的快两个小时。好啦，其实呢，刚在车上也介绍过啦，其实我也谢谢香港的朋友介绍我坐这条线，让我看看香港最美的地方。导演，我受不了，我要去尿尿了。我已经挑战完今天的任务，两个小时从荃湾西到元朗。我现在在捷运，再从元朗到荃湾西。你看，两个站，我竟然只要15分钟就到了。